现在来开箱的是战斗陀螺组。好，那这一盒是看一下150块，里面有四个陀螺，两个发射器。便宜？什么便宜？便宜啊，很贵啊。啊，便宜。而且我不想要这种的。你不是要买那个神龙的吗？啊，那个没有发射器啊，这个才有副发射器啊。你看这么好，那这这么好，能不能买这个？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把它打开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好，下面有两个，这个。这什么？然后这个是延长的。什么延长？是它可以这样子啊，放进去啊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样子的。延长的啊。我要延长的。好了，再弄。拆除。好，看一下它延长的，是塑胶的。好，然后发射器一个。一个红色，一个黑色。我想抢到紫色，品质应该不错。不会的。150块耶。嗯。来。好，这两个发射器。再来是这个。四个颜色的陀螺。还有四个。什么？下面的那个下面可以改成银色的。好，那这个上面从中间银色的是铁的哦，铁的不是塑胶的。外面有的是卖塑胶的，这个质感就没那么好了。那这什么东西？都是铁的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像蝴蝶结。这应该是可以放在中间改造改造的吧。好，四个颜色。为什么要塞那么急呢？它不会掉啊。这两个。然后这两个应该是改造用的。让我弄。它的配件，两个配件，耶！耶，加这耶哦，还有什么？就它的配件啊，这个银色的头有四个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啊，这应该是拿来拆这个的。哎呀，四个这个。嗯。这个应该可以换掉，换银色的。然后这个银色的这个头也是铁的哦。会不会刺眼睛？当然不要弄到眼睛了。你这样哦，就变铁的哦，这不是塑胶的哦。啊，原本红色的是塑胶的。看起来像塑胶。对啊，可是它是铁的。你看它很重啊，你看。有啊。对啊。这个重。这个更重。很轻诶，没有啊。啊，这可以放在上面这样改造的。可以改。可以啊。我不要改啊。怎么改啊？怎么改啊？你等下再研究，慢慢改。好，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。总共有四个陀螺，四个颜色：紫色、绿色、黄色，还有橘色，四个。我抢到，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。哼，然后你们猜拳。姐，快点，剪刀石头布。赢的是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。因为先选两个。没有，赢的人先选一个，等一下再猜第二次。先选一个颜色。好，换紧急选。好，再猜第二次。
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橘色 ，OK。好，再来猜第三次，猜这个颜色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黄色啊，黑色。好，剩下都